兄弟们在前女友的公司上班，有的时候也挺吓人的。和大学前女友分开四年，现在我是他的私人助理。为啥不接我电话？你也没给我打呀。那 ICE 晚上那么晚给你打电话，你接？不是，我打那么多遍，你也没给我打呀。聊天记录，我电话坏了。我在水莲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醒。你给我打接？什么意思？我打了多少遍？你搞笑了，老哥。这个是什么手机？新型手机吗？不是。你这玩意儿，你要是能想，我都给你洗一个月袜子，我拖一个月工资地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求你了，想没想？啊？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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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是爱你。接不接？接接接接接，肯定接。洗不洗？啊，洗洗洗洗。脱不脱？脱脱脱脱脱脱！脱脱脱脱脱我操！真能拿过，大姐。那走吧，回去干活。莫西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跟一个女人荡秋千呢，约会呢。哦，那个女人是谁啊？不到，猜。是那个粉兔兔吗？兔兔。哎呀妈呀，你咋知道这有个粉兔子呢？因为我也在啊。你也在？妈，那我俩事儿不能让你知道了吧？